829，因为上次呢我们已经上到了法中既无人，是故呢无有福，亦无有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探究的就是说世尊在提示大慧菩萨以及与会大众虽然法无辅即无托，但是众生不可不相信在妄想当中呢它会有三种之相续。何谓三种相续法呢？好，我把经文请一次。护持大会，渔夫有三相续，为贪、会、痴，即爱未来有，喜爱聚，以此相续，故有趋相，故有趋相续。彼相续者，续五趋。大会，相续断者，唯有相续不相续相。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诠释之前要了知这个贪会痴就是贪嗔痴的意思啦。对。好，现在呢你们先用笔将这个三个要点框起来。好，我们看小字注释的地方。好，发愿无明第一行，过去的发愿无明你把它圈长框。对。还有左边一行，现在的任业无明天长宽第三，未来之任业无明，注意不要搞错现在是任生无明未来是任业无明。829页，对。好，那现在呢世尊对与会大众开示，虽然法中无辅即无托，但是众生不可不知有三种的相续会令众生趋五趋或者是六趋。五趋或是六趋怎么个不同区别法，等一下我们马上讲到。好，为贪会痴即爱未来有，喜爱聚。好，贪会痴是指过去的发愿无明发愿是发愿无明，过去是发愿无明第二是爱未来有，就是说爱未来生有未来生此为现在的任生无明。爱未来有就是爱未来，那假如站在这一世来讲，是不是下一世就是未来要搞清楚。好，此为现在的任生无明。好，喜爱聚，注意喜爱聚就是呢受生之后，因为不知道爱未来有吗，了此生趋向他生之时。好，那么呢怎么样受生之后呢，就是与喜爱共聚。什么叫做喜爱共聚？就是说如果未来是投胎之时那极生喜爱，他这个地方的极生喜爱就是说呢受胎之时，受生之时的一念想爱。好因爱则生欲，那因欲则受生你在旁边，你在这个左边空白处处写一个楞严经，在582页老师刚才所讲的这个法源的依据是在楞严的582。好，那这一句就是所谓的贪会痴以及爱未来有还有喜爱聚，这一句重点就是说由现在这爱水就是爱未来有的这个爱水会滋润过去的三毒之业，也就是说会滋润过去那含藏在我们八次田中里面的这一个贪嗔痴的这个种子，这个要注意。好，滋润，那滋润当然是滋润种子啦，八次田中的种子啦而希求有未来之果，这个未来的旁边写一个有，而希求有未来之果，然后呢这个将来上面加两个字，这样子的话你们念起来会很顺畅。一旦将来业
成熟之后受生，于入胎之际所起的喜爱之心啊，而受有五阴相。这个就是刚才老师所讲的啊啊，受生之时呢有一念之想爱。好，那因爱则生欲，好，那因欲则受有生。哦，这个是要非常重要，这个的以过去式、现在式跟未来式，楞严经282页啊啊，我们曾经讲过，在这个啊佛罗那米多罗尼子请示世尊说，为什么有啊众生的相续、业果的相续，还有山河大地的相续，就是世界的相续啊，世尊都开示得非常的清楚啊啊，我们看往下看，以此三种。三种是指哪些？三种是指哪些？自己讲，三种是指什么？哪三种？还有呢？人生无明，还有什么？哎，都是未来的任业无明。注意好，那么呢？这个未来的任业无明是从哪里引发过来的？是从哪里引发？对，那假如有人问你啊，这个未来的这个任业无明啊啊，大概是来自于啊哪一个重点？你必须要从过去的发业无明以及现在的任生无明，好、啊，那就会助长未来的任业无明。一定要记住，发业无明、任生无明、任业无明。哦，然后呢，怎么样啊？将来一旦业成熟之后，要注意哦。啊，一旦将来业成熟之后受生，这个业当然也是必须说啊，你有出生在人道的种子啦。哦，所以说呢，啊，将来是业果成熟之后受生，于入胎之际所起的喜爱之心，哦，都一定要注意。所以说，这个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怎么样？啊，都是有连串的，好，这个一定要注意。所以说呢，以此三种与三世相续不断，所以说这个三种就是老师刚才提醒大家的发业无明、任生无明跟任业无明，与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啊相续不断，所以呢有生死相续不断之相，哎。所以说呢，造成有三世的相续不断，就是这三种无明，就是这三种无明。但是众生啊，在啊在了知啊，你有此身有现身，你为了要贪爱未来之身啊，那你看这么一念贪，就将你过去的发业无明怎么样，跟现在的任生无明怎么样相聚。所以呢，在你未来啊啊果报要成熟、要趋向啊他道之时啊，他这个啊未来的这个任业无明，他会怎么样让啊众生在受胎之时啊有一念的喜爱、一念的想爱哦？所以说，你假如要了知这个详细的这个诠释啊，在楞严的582，好。那以此相续，故有诸趋之相续。好，这个趋是指五趋啦。那假如是指啊啊五趋的话呢，就是将阿修罗呢啊，就像阿修罗趋归属于天道，啊，归属于天道。因为呢，阿修罗大家都绝对不陌生。阿修罗的福报他四天，哦，福报够，但是呢啊，唯一的就是难怎么样？哎，男丑女美，哎，哦，啊，所以故又称为飞天。注意哦，这个飞天，这个飞字跟一般我们所说的啊，那个飞机的那个飞天，那是不一样的哦，你不要搞错了哦。故又称为飞天啊，因为福报四天，但是男丑女美，好，哦，所以故又称为飞天。但是呢，啊，因为他不像天人一样的，不论男众女众呢，都美皆美，故称为飞天。所以有两个原因
哦，两种原因啊啊，这个啊这一句话重点这句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有此三种相聚，就刚才所说的，对不对？哪三种相聚？不用看前面讲得出来吗？啊，讲得出来吗？嗯，哪三种相聚？哪三种无明？华严无明啊，过来嘞。啊，楞严无明。好，那这种相聚的话，是一世可成，或者是说怎么样，或者是三续相聚不断。对，你三续三世相聚不断，对不对？那所以生死，对不对？生死相聚不断相，那是一定产生。哦，所以说众生的无明，他自己不觉知。自己不觉知，那自己有之所以有三世的轮回啊，以及无止境世的轮回，他不知道，都是绝对这跟这三种无明怎么样啊，都跟息息相关，都是息息相关，一定要注意哦。哦，好，那么呢啊，以有此三种之相续，所以呢，令众生有什么？就去相续不断。好，那假如五趣的话，之所以会有六趣，那是因为将什么啊？对，阿修罗，假如是以五趣来讲的话，阿修罗是归于哪一道？很好，马上诠释，马上让大家啊，这个啊，说出你的了悟之境啊。虽然我们是不着相了，不着境，但是你也必须要知道你是不是有色念。好，彼相续者，续五趣啊，这个地方的所谓的相续啊，不是指啊其他，而是指什么啊？这个可以倒装句啊，不是指其他，而是指什么？相是指众生与五趣受身之相续，你把它倒装过来，这样子的话呢，你们念起来是比较顺畅啊，不是指其他。哦，而是指众生与五趣受身之相续，啊、哦，这个很重要哦。哦，是指众生在五趣中受身的这个相续。好，那么相续断则，要知道那个在哪个地方停顿啊，字不要念错。相续断则，无有什么？对，很好，就是说无有相续相以及不相续相。好，若呢啊，众生若能够了达这个达字，就是所谓的不是真正的彻悟，不是所谓的明心见性，不，他这边的达就是了达、哦、就相当于说啊，稍稍的圆解。若圆解若达呢，了达烦恼三毒，这个性空指的就是说体性本空啊啊！有的人呢，在这个地方哦，他就想，哇，烦恼的三毒体性本空，那意思就是说没有烦恼喽？你搞错了啊！他这边所说的，一般我们经典上常常会看到啊啊，这个性空意思就是说怎么样？体性本空，意思是说没有实体啊。如果是烦恼三毒呢，有实体性，我告诉你。哦，没有一个众生可以成佛的，对不对？贪嗔痴都是来自于众生的一念无明，但是一念无明的辗转相生，就是有所谓的三世六处。等一下呢，我会针对这个好，现在你们看啊，这一行看左面，这边行看右面啊，这边有两个图啊，这个是因为呢啊，有些啊这个法师他们提问的。哦，他们提问的，所以我相信呢，啊，我们在做这个居士大德也应该要了知。也许你心中有这个疑问，但是呢，你不晓得怎么个问法，哈，好，那现在你看图知道了哈。好，那现在我们回到啊830页，对不对？好啊，第五行，好，就能够了达呢烦恼的三毒体性本空，意思就是你在旁边写一个没有实体。哦，就是没有实体，就是因为没有实体，我们才可以转世成智啊。烦恼要是有它的实体性，
对不对啊？永恒不灭的，你说有哪一个重心？你再怎么修行，再怎么样行六度波罗蜜，再如何的断惑，你永远没有办法证证，对不对？好，因为三毒，你又不是体性跟本空，你怎么个转？就是因为没有实体，我们才可以转。好，那么呢，知道三毒体性本空，那么呢，爱心顿息。注意，他这个的爱心指的就是我们的人法执。哎，就是指人法执，好、哦、啊，我执法执的意思。好，则彼相续相，实不可得。为什么啊？了知三毒没有实体，体性本空。那意思呢？啊，爱心顿息，顿息的意思不是说你所造的业可以全部一笔勾销，不是这个意思。意思说呢，了知啊，贪嗔痴。以及最初的一念无明会造成众生的三系六出，就所谓的啊，就是三河大地有众生的业果啊，还有啊，为什么有虚空，为什么有世界，对不对？那你众生的业力啊如何造啊，虽然是业性本空，但是因果不空哦，要注意啊，不然的话呢，那些啊这个啊不怕因果，而是因果怕他的人呢，对不对？好、哦，因果惊，嗯啊，这种众生来讲呢，啊，他认为怎么样？哇，就像外道一样的，啊，断灭空，他认为哇，那造一切的恶，对不对？哦，那不受果报，那何必造善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邪知邪见的外道，他的那个邪论啊，是非常可怕的，是非常可怕的。哦，你若是没有政治正见，你还以为说他所说的歪理好像蛮有理的，哦，这个非常可怕、哦、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好，所以说呢，爱心顿息，那么彼相续相，了知彼相续相实在是不可得。为什么他不可得？为什么他不可得？邱老师，为什么他不可得？没有实体相，他是指哪里没有实体相？体性空啊，体性空是指哪里？那个师兄让邱老师来回答啊。性空是指什么？性空三什么？很好，对，三毒的体性本空。所以我们在《楞伽经》以及各部经典当中，它有时候简单的字，你要知道它前后的连贯啊，不要光是看白纸黑字。我跟你讲，你这样子你没有办法悟入法义的。老师，为什么我每次讲一段？我会让你们把前面一段带进来，那前面这一段法义畅通了，你才可以接续后面的这一段。好、啊、好，注意，因为相续相实在是不可得，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烦恼三毒本无实体性，一旦了悟了烦恼三毒没有实体性，那么呢，你这个爱心顿息的这个心念下，那么相续相更能够去了知，相续相实在是不可得啊，实在是不可得。好，那么呢，既然相续相不可得，那不相续相可得吗？对，亦不可得啊。好，是故呢、无有相续相以及不相续相。但是你要了知无有相续相以及不相续相，那是你必须要爱心顿息。重点就是强调在这个地方。那你要爱心顿息，你必须要了悟到什么？三毒的体性本空。体性本空是说它没有实体性哦，不是没有三毒哦，要注意哦。因为三毒是熏染的，是熏染的。像一念无明没有实体，但是无明力的辗转熏习确实能够造成，对不对啊？啊，这个宇宙万法出来，你看这个是多可怕啊！所以说你必须要了知前后啊，前后法义的贯穿啊。所以说呢，我们前面已经了知了法本无福以及本无托，那个是众生的心念的妄念妄见妄执哦。好，现在呢，我们已经了知了没有所谓的相续相，也没有所谓的不相续相啊，而且呢，又必须啊，须得，是不是说得到什么，而是需要悟得辅托皆无。为什么辅托皆无？既没有相续相，亦无啊，没有所谓的不相续相
啊，那这样子的话，有相续相才有福，对不对？那没有相续相是怎么样？那就打当下解脱。但是这个福与脱，站在心性上来讲，我们的心性是暂即心性。众生虽然在尚未明心见性之前，但是他那个心念，你要了知，不是念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念性怎么样？念性怎么样？念念怎么样？对，念念本空，有智慧。哦，那念念本空，那么这个念又从哪里来？起心，对，起心动念。那为什么会起心？请我们不是暂且的心境吗？如理不动的心境呢，何来又起心？为什么？是因为众生不了万法毕竟空寂，对不对？好，那我们暂且的心境就是我们的佛性呢，就是我们的涅槃妙心呢，众生本质具足，真如其他能够给予宇宙万法毕竟空寂之体。当然真如它是存在的，虽然它是无形无相啊，世尊讲啊，开示啊，真的是离一切念，离一切相，那个是世尊再来提醒我们末法时期众生以及大会菩萨经与会大众了知怎么样，真如是怎么样，是无相的。那真如即是无相，那么所有的念跟相，那是众生的妄想执着，哦，对不对？能所不断所造成，所以重点都是还在于众生的妄念。然后有人就讲说，哦，众生不能够有念，是你讲这句话呢？那这个就是有值得探究了。为什么？念念般若，念念毕竟空，念念什么暂居的心性，为什么不能够有念？念念正念，为什么不能够有念？哦，所以了知这一点，为什么说妄离真即显？你说是说不能有念，那么妄念离的时候，我问你，你如何去找出真？妄离真本来就不离当下，啊，真本来就不离当下。你们不要把妄跟真啊分成两个体性，要注意，妄离真即显。就像我们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体是以什么为体？以什么为体？很好，好，那么呢？啊，世尊一再的提示，要用什么为本修因？要用什么为本修因？本什么？本不生，本不灭的什么？对，嘿，有智慧，一定要注意哦。每到任何一个段落，你必须要将心性大法啊，世尊的心性，其实也是凡夫众生的涅槃妙性，那个是因为凡夫众生这是被什么啊的一念无明，哦，一念无明的熏染，所以失去了众生原本有恒河沙数的净心功德力，把这个净心功德力呢给怎么样啊给障碍住了。注意，不是断灭哦，哦啊，所以呢，佛菩萨啊。本不生本不灭的心性在干嘛？我问你，本不生本不灭是代表什么？我们的如来藏。如来藏的什么？如来藏的就是妙用，就是所谓的根性，对不对？那我问你，你用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那你是要去跟无明为伴，或者是要返妄归真？是不是归真？那归真的话，是不是要用怎么样？体证什么？体证如来藏，本不生，本不灭，这样知道没有？它的本修因，这个就是因啊，有因一定要有果，你因不正，果歪曲。像你煮沙，能不能成饭？讲啊，为什么用摇头的啊？不能啊，那就对了。所以说你因不对，那果造歪曲。所以说现在目前呢，很多在世在这个我们现在所了知的，我相信呢，好，我们在座各位居士大德啊，你们不管是耳闻或者是眼见啊，都可以发觉到现在很多人在学佛的过程里面啊，也许他业力之使然，让他顺境啊不断啊不逆境不断，然后呢他总是认为
啊，一定有个捷径，那一定有个捷径。那么你这个妄想呢，遇到这一些邪魔外道啊，你刚好是他怎么样？你刚好是他怎么？你刚好是他发挥他邪知邪见的对象啊，所以怎么样？他一定告诉你啊啊，应该要如何的消灾解厄，要花钱花小钱消小灾，花大钱花啊消大灾，不花钱灾灾不断。他一定会灌输你这种的邪知邪见。那现在市面上、社会上很多很多，就是因为他没有政治正见，他总是认为，因为人都不希望不顺利，都不希望有逆境。他不晓得在这个逆境当中，其实就是在消旧业，对不对？那你就是在逆境当中，你怨天尤人，然后你想要寻求捷径啊，借着人力跟财力哦，啊，人力跟财力哦，不是在心性上下功夫哦，借着人力跟财力，想要来灭除你的业力，你认为这个可能吗？啊，佛菩萨极致之慈悲啊，若是佛菩萨的神通力可灭众生的宿世业力，那不需要等你去花大钱，对不对啊？那佛菩萨不是不慈悲，而是众生之造业来自于你的妄想妄念妄心啊。你若是你的妄念妄心不断，对不对？那你的果报，旧的果报未尽，再造新殃，再造新殃。好、哦，所以说你这个相续相一再产生，啊，那你说啊，相续相产生，那何来会有不相续相？对不对？你在心性上不明，哦，你没有办法来了悟世尊借由身教所产生的真实意，哦，你要借由身教来反闻文字性。哦，这个就是刚才有人问了、啊，为什么要用本不生本不灭、哦、啊来修行啊？本不生本不灭就是本修因呢、啊，对不对？哦，所以说呢，一般众生不了知，其实在我们的六根门头啊，对不对？古时候的这个高僧大德都是在众生的六根门头来接引学人，来接引学人啊。我们夜夜抱佛眠，却不知。众生的根前呐、啊，六根前就有一位无畏的真人。你要是用六识妄心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而且呢，这个尘啊啊，我相信呢啊，我们现在呢啊，先将这个图档解释一下啊，因为让、啊、因为有新来的学员啊，不然的话呢啊，再解释下去，怕有的学员啊，他啊、跟不上。好，注意。啊，有的法师啊，他问了、啊，他提问，他说：“为什么法尘他总是动向不停？”问得好，什么叫做法尘啊？什么叫做法尘？法尘就是必须要有众生的眼根哦，注意有眼根是不是有浮尘根、生意根？是不是在阿赖耶识的角度来讲，是不是见经？是不是好？那么以如来藏的。的角度来讲啊，如来藏的妙用就是是不是所谓的见性？好，那么你的眼根来讲，讲到眼根，那一定有三个条件啊：生意根、浮尘根，还有见经，就是有这三个条件来面对色尘之时。注意，色尘可以分成明相跟暗相，哎，所以说当眼根。啊，就我讲的眼根一定注意有三个条件啊，眼根中的见性，好，来面对色尘之时啊，不管你见到明相或是暗相，因为眼根有见性，能见之性，面对色尘之时啊，当你面对色尘产生隐身掩饰的时候，注意掩饰是不是有啊执了别是。跟执着是，对不对？是它的特性就是了别，所以呢，这个眼根面对色尘之时，好，然后呢，怎么样？色尘啊，色尘本无美丑，本无好坏，
色尘本无善恶，但是众生一念的执着，所以说根对尘境引出什么眼识，眼识好，那么是落入于什么？你眼识对色法落入什么法尘啊？然后呢，好，这个我们刚才是讲的是指眼根，注意，那么呢耳根呢？耳根啊，那个是不是能见之境是称为闻经啊，六一经明体嘛，哈、哦，好，那么呢，耳根这个三个条件，浮尘根、圣意根，还有闻经，面对深层之时，深层有什么？念出来，动尘跟进尘。好，那么呢，动尘跟进尘本质不可得，但是众生不了悟深尘本质无实体。他认为怎么样有可执着之生成，所以说呢，你耳根、浮尘根、圣意根以及闻经哦，面对生成之时所引发出来的耳识，对不对啊？离尘之后，他这个耳识自然而然怎么样啊？仍然是攀缘于什么啊？生成落谢的这个法尘，这样知道没？好，那以此类推，你们注意看。在我们的鼻根，你们看这个鼻根呢，对不对？有哪三个条件？念出来，鼻根有哪三个条件才能够闻嗅闻香？第一个什么？大声一点讲。浮尘根、圣意根还有什么？对，还有嗅见。哦，周游是嗅经，你不要把这个，不要把耳根的闻经拿来鼻根的嗅经的、哦，因为你还没有明心见性。哦，假如圣者当然是可以的，对不对？好，那注意看，现在呢，好，鼻根刚才的你们所说的浮尘根、圣意根，以及大声的念出来，对，攀缘深的攀缘相成，注意这个相成。它并不是代表说只有味道是香才攀缘，不，这个香尘指的就是有香跟臭，知道没有？而且呢，假如啊，你的这个鼻根啊，这个浮尘根、耳根、圣意根有所损伤、有所受伤，那是不是就是色没有发挥作用，阻塞着色，知道没？若是啊，鼻根啊健全发挥它这个我们鼻根。啊，就是所谓的器官的功能，再加上啊这个嗅经，那么呢是不是通？是不是通？好，所以说以香味来讲，我们是讲通尘；以香尘来讲，必须要有什么两种？这个什么通跟色，对不对？那深就是指动尘跟深尘，对不对？色法是指什么？明尘跟暗尘，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有人讲六尘，有人讲十二尘，都同样是可以，但是你必须要了知。哦，色尘是含明暗，对不对啊？你不要讲色尘就含什么，哎，你不要讲色尘是含什么香臭，人家会以为说，哦，那这个角度不是圣者的话，就是可能已经有问题了。嗯，这个是啊，好了，我们再来看舌根。好，我们看舌根。禅修跟心理学如果加上心性大法更好。那对啊，那你认为现在你入法了没有？好好，那就赶快学习啊，看多档。好，你看这个舌根，好，舌根讲出来，舌根里面有什么三个条件？还有什么？嗯，长今不是韩国的明星啊，嗯，搞清楚。好好，现在呢有这三个条件，舌根攀缘什么？攀缘什么尘？好，这个味尘，注意在这个地方的甜跟淡啊，不是只有甜味跟淡味了，对不对啊？舌尝百味，重点这个甜就是有一切的味，这个淡味呢是没有味道，是淡味。但是一般啊，不是说啊糖加的少，哦啊，这个就是淡味，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先从甜味来讲，这个甜啊，这个食物啊，一切食物是百味，总有原始的味道，对不对？比方说啊，甘蔗是不是甜？柠檬是不是酸？啊，黄连是不是什么？哎，姜呢？对，辛辣。好、哦，所以说呢，这个原始的味道哦，然后再加，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因为什么？煮经过啊，
煮炸蒸炒，比方说面粉来做年糕，或者是说面粉来做其他的食物啊，煎的、煮的、炒的、炸的，是不是面粉材料是一，但是其所做出来的是不是食物味各个不同啊？好，比方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啊，这个甜面酱啦、或者是豆瓣酱，是不是只有一个味，只有一个食品材料就可以做？不啊，有的是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对不对？例如酒，是不是要有米来，对不对？哦，那再经过各种制造的过程。那还有一种味呢，就是说众生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说它质变了、坏了，哦啊，这个就是味道怎么样变了。还有一种是综合味，合味就是比方说柠檬跟蜂蜜，那综合起来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柠檬水啦，是不是？所以说呢，光是这个甜字来讲，就是舌尝百味。但是当舌尝味之时啊，就要注意，在舌根尝味之时，舌不管你是什么味，甜味、淡味、酸味啊、辣味，你一定这个食物要置放于何处？食物要置放于何处？拿得远远的，放在盘上面，放在火炉上面，或是要接触于哪里？接触于哪里？对，这是舌根，好、哦、注意哦，对不对？假如有人呢，这个好、现在看我这个方向，这个很重要。我们的舌根，对不对？啊、哦，还有我们的鼻根，哈啊，鼻舌身，比方说身根，啊，注意这个身根，你若是靠这个方向，身根你若是要觉得有促成来促。比方说有人拿着冰恶作剧，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呢，这个冰呢碰触你的脖子，你会不会觉得凉？好，那是不是有觉得有促成啊？促成是冰，是不是？好，那就是呢，我们这个以这个舌根来讲啊，你若是啊筷子夹着啊，比方说你现在啊筷子夹着一个非常非常辣的一个豆腐来讲，很辣的那个豆腐，然后呢你呢比方说啊，对方是就不用说住到哪里的，比方说这个管那个管具是那个地方啊，我筷子呢啊夹着一个非常辣的这个辣板豆腐，我说这个管具师啊，你认为这样这个味道够不够啊？管具师他有看到食物啊，但是你这个味道是不是要有食物放在与舌根面接触，是不是他才能够知道啊？虽然舌尝百味，但是他也要知道，你若是食物不接近于他的舌根上面，对不对？舌面他怎么知道那个是辣或者是甜或者是烫或者是冰，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啊，在我们的五根当中，不是说五根有分别性，那要是五根都没有分别性的话，那很惨哦，那非常非常严重的哦。哦，凡夫的五根身啊，你虽然他是五根身、五蕴身，但是他仍然有他的功能性在，器官的功能性，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再看，好，然后身根就是觉精啦。好，那注意，意是知，好，比方说呢，好，现在看我这个方向啊，有人认为，学校在上课，嘿，那呢有的学生在这问问题的时候呢，啊，有的老师就讲了，你懂不懂老师刚才讲的意思啊？意思懂不懂？好，你要听懂。比方说，一般啊，比方说我们现在以那个这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好了，幼稚园的小朋友是很可爱的，啊，纯真善良的。老师只要问他懂不懂？不管他懂不懂，老师在问懂不懂，对不对？他一定会随着老师语音，他讲懂，知道的人举手，知道啊？问他你知道什么？也摇头，因为有个曾经是教过幼稚园的老师，他头刚才摇的最大。老师，这个是指六根，我们的六根。
是是一根，嘿，那因为呢，很多人呐、啊，这个你问他懂不懂，其实个人所懂的是不是都有区别性？悟性不一样啊，对不对？哦，啊，知识也不一样啊，而且他对于各种食物、各种百科全书里面的啊所了知的也是不一样。我现在是讲没有学佛者哦，哎，所以说呢，哎，当通常假如你没有学佛，你没有来探究世尊的能言大法，你跟他讲，我们眼根之所以能够见悟啊，那个是因为我们有见性。他马上跟你讲说，你不要跟我讲卡通影片。他根本都不晓得什么叫做见性，对不对？你跟他问他，你有没有看到我？他说有啊，我从来没有看到你，对不对？啊，说你拿什么来看？我眼睛看啊。他理由他反而很讶异，眼睛真的比你大，对不对？啊，当然，我们要注重于啊，浮尘根跟圣意根，这个是器官，这是器官，真正能见出境是在见性。注意哦，这个见性不是明镜见性的见性，这个见性指的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这样知道没？好啊，所以说有时候啊，这个图我就是让大家知道，好，色尘落住啊，色尘在眼根攀岩之后，好落住于异地，好，这个就是所谓的法尘。好，深尘是攀岩之后啊，落入于异地也是法尘。但是注意啊，现在在看我这个方向要注意，什么叫做无别分析？什么叫做无别分析？我们的第六意识有所谓的明了意识，还有独头意识啊。明了意识就是说，当我们的前五识，前五识哦，注意，因为刚才我们是讲到是前五识面对五尘色声香味触之时，这个前五识它会马上带出第六意识的了别识，一般我们称为五俱意识或者是同时意识，知道没？好，那么呢，明了意识就是第六识的明了意识，很快的，原本我们的眼根里面的见性，是这不止六根，还有色香味触闻，那个是尘。啊，你有问题的，你有问题，等一下你全部到啊这个老师面前来，将你所有的问题都提出来，这样好不好？嗯，好，现在注意看，好，注意，好，现在看我这个方向，眼根能见是不是见性在见？当然还要透过浮尘根跟圣意根那个这个器官，也就像一个借镜一个途径一样。好，那么注意我们的眼根的见性。面对色尘的尘性之时，色尘的尘性是什么性？毕竟空性，或者是断灭性？毕竟空性。好，那你眼根你的见性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佛性？就是是不是所谓的涅槃妙心？是不是所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好，那么呢，无别分机啊，这个就是说，在我们的见性。面对毕竟空性的尘性之时的那个短暂刹那，不起任何的分别，我们称为无别分析，知道没有？不是说啊，那既然见性啊，面对那个尘性，一个是暂居心性，一个是毕竟空性，那就都没空了，他就把它归类于。毕竟空性，那个是零零绝绝的绝体所产生的妙功能啊，是不是啊？也就是我们通常我们讲涅槃妙心，涅槃妙心有没有？涅槃妙心就是众生本不生、本不灭的涅槃妙心，不成生，所以我们称为寂静。既是不成生，何来需要再去灭？所以说无别的分析啊，我们的见性，也就是我们的六根性。六根性面对六尘境界之时的那一个暂居心性，面对啊毕竟空寂的那个这个时候，注意刹那短暂的无别分析，但是凡夫众生啊，这个定力不够，他马上会带出第六意识的明了意识，就是所谓的五俱意识。好，能不能啊前五识就是外五尘落下于异地，落下于异地的这个影像。我们称为法尘，注意哦，法尘
不是法性哦，法层一定要有外五层啊啊，由我们的五根去攀缘之后所引发的五识，再由明了意识的五具意识啊，这个外五层才落现在异地的影像，这个就是法层。你看这个层就是成影，就是成影。好、哦、好，那么你要注意哦，现在看这个方向，我们一般所说的成影，很多人会错意了，他以为成影落诸于异地啊，这都不关我的事。我现在问一个例子，好，你看到了，看到我这个方向，刚才不要回头看啊。好，刚才你们在见法尘之时哦，我现在是举例了，以图等来讲，你们看到见到法尘之时，那个法尘以全角方便所显示出来的法尘，它有没有动向啊？你为什么知道？对不对？是不是五识啊攀缘于外五层啊，这个外五层的影的那个落际于异地的影像知道没有？它是虚幻无实，但是也必须要有外五层真实的外五层才可以造成法尘。这个就是一般现在很多禅定的人，哎，等一下会告诉你啦。对，啊，法尘在哪里？法尘不是好，你告诉我，来，你这样算给老师听，一，你算，我指你算一。这个生你为什么？你跟他有仇吗？为什么生不能出来？对啊，是啊，是六层啊，对啊。啊，那五层的话是你这个法尘是不是落谢于异地？法尘落谢于异地是什么来攀缘？我上课都讲过，你现在全部当礼物还给我了。法尘是由什么来攀缘？法尘是眼根来攀缘吗？法尘是由什么？法尘是由第六意识单独攀缘。记起来，我等一下还会问你。哎，法尘是第六意识来攀缘，第六意识对啊，法尘是单独由第六意识来攀缘。好，接下来人注意看，啊，通常呢，一般啊，我们所认为在这个啊，刚才我已经讲过的第六意识里面，是不是有了别意识跟独头意识？啊，在独头意识里面有四种独头意识。所谓的四种独头意识，就是说这个独头意识并不需要有实实在在的境界现前，这个就是称为独头。独头意识呢，以独头意识仍然有了别事，仍然有了别，但是这个独头意识呢，可以分成四种啊。一种是什么啊？梦中的独头意识。有人会问我说：“老师，那个梦中的独头意识是大概啊？”啊啊！老师用这个最切实的、最简单的，它很简单。你在梦中，是不是仍然有时候你的这个情绪当中会出现有喜怒哀乐？有没有？甚至会怎么样啊？有时候你被别人追杀，有没有？是不是害怕、焦虑、恐惧？是不是？你甚至在定中，你也可以见到各种的人事、地事物啊？是不是？好，那这若不是有。梦中的独头意识你没有办法了别，但知道没有，虽然他没有实境，梦中的境大家都知道是幻境，那但是你若是没有梦中独头意识，老师问你，假如你醒来之后，比方说你昨天晚上梦到你被追杀，对不对？好，那这个有时候呢，人家问你说为什么今天上班的时候你这个好像精神不济，那到底是什么？他说啊，我梦见昨天呢、啊，被人家追杀，或是什么一个情况，你是不是会把梦中的境界引述出来给关怀你的人啊知道？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将梦中的境界提出来显示在众人的面前？对，所以说这个独头意识是没有实境，但是梦中的境界有没有被梦中独头意识所攀缘？对，所以人家在问你的时候呢，你知道要怎么个诠释？还有啊，
我们现在就讲善位的多头意识，所谓善，善位哦，善哦，散漫的善位啊，是坐在位置上的位。这个善位的多头意识，善位的多头意识就是一般我们说很明显的，就是所谓的做白日梦，知道没有？比方说你啊，你看到啊，这个你隔壁的邻居人买了一栋别墅。对不对啊？你知道啊？你看到他啊，别墅啦，啊，宴客啦，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就在就白天在想，哎，他们啊，听说是盗用公款，盗用公款呢可以买一栋别墅啊，我就是没有那个胆量，嗯，啊，到底是要狠狠的一试呢？啊，要是没有成功的话怎么办？嗯，钱没有拿到呢。反而去怎么样假意的门级也到哪里去你们都知道，对不对？好，然后再想啊，不然的话呢就干脆贩毒比较快了。嗯，老师问你，你为了要买一栋别墅，你在你的这个白，不是在梦中了啊，到通常白天啊，你为了看到对方的别墅啊，你就在那边打妄想，想啊想啊，不好，我再来买乐透还是不妥当，就自己在那个地方向境界来产生无谓的一个攀援，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在白天说是那个白日梦，对不对？我们现在何尝不是在做白日梦啊？是不是啊？白天做白日梦啊，晚上还有一个梦想哦，还有这个梦中的独头意识啊，定中的独头意识，这个地方要非常注意。真正的没有啊，在于心性方面啊，有了知，有相当的基础，不要随随便便就以为说自己是入定，即是定，定没有所谓的出与入，那个是方便的名相讲啊，这出定跟入定。其实既在定中，何来有出入？你不要以为说你双腿一盘呐、啊，身不动，对不对？你就以为你是入定，是不是？我们在五蕴里面，对不对？色音、受音、想音，对不对？对不对？三十多种的境界，都是在定中，怎么样？一念无有的一念起，要攀缘什么？他有殊胜的境界，就让他攀岩。殊胜的境界，老师已经在上课的时候呢，跟大家一再强调，最殊胜的境界就是本不生本不灭的境界，就是最殊胜的境界。不然你以为什么境界可以让你攀岩，对不对？但是你要了知本不生本不灭的境界，你必须要用暂时的心性，暂时的心性去契入啊，啊。本不生本不灭的境界不是你用想的，你那个想的那是意识状态里面的生昧，对不对？法毕竟空，你们所见到那个生昧是因为你有妄想，所以这个促成万法，法法你认为它有生有灭，那个是因为你的意识状态，你的习气当中呢啊，借由法种种的缘的相聚而有法的幻身，注意它的幻身哦，那个幻子。好，那么呢，所有的因缘促成这个法的幻身的缘，比方说我们现在来讲，以一千个缘来讲，这个一千个缘有没有实体性？对，你要是认为说这个世尊所讲的因缘法里面啊，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十因缘法，我告诉你，那你就太对不起他老人家了。对啊，等一下，等一下。啊，事实不好，障性很明确，我们应该给定个标名称会更棒。好啊，现在呢，等一下哈、啊，你有问题的话呢，等一下到我这个地方来，我再问你。我先问你，因为我要确定你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你的问不要再段落了。好啦，对不起，好，我们现在是我们有个名称，障四海会更棒，我们内经会更棒。障四海。是妄还是真？障四海是妄。障四海是妄。障四海的体是妄。等你搞清楚以后，你再来问。好，继续。好，现在呢，我们一定要了知，你在定中，尤其是禅定功夫尚未很明确的人，他以为身不动，
对不对？没有外界镜像的攀缘，他以为他就是在定中。其实定中独头意识所攀缘的到底是何物？定中独头意识所攀缘的是何物？对，很好，就是所谓的法尘，对不对？定中独头意识他所攀缘的法尘，注意，法尘有生尘与灭尘啊，生尘是由上位的独头意识是攀缘，那么呢，灭尘法尘的灭尘是由定中的独头意识去攀缘，所以说呢，当这个啊没有政治正见的盲修瞎令的这个，我们全巧称为说禅定者，在修行禅定的过程当中，他以为他去守住他自以为那个悠闲之境，悠闲为什么？因为没有外界这个现这个性境的这个五尘的干扰，他以为怎么样？他就是在定中，就是在定中里面，他以为他已经注定了，他不晓得他所攀缘的是什么，是法尘。法尘有生尘与灭尘啊，当定中独头意识不再攀缘灭尘之时，他那个怎么样？他的法尘相，他自然会沉落，会沉落。但是呢，一旦你在由定中独头意识里面再去攀缘你那个灭尘，你在起念之时，那个法尘就会转账，就是像我们电脑要调出那记忆体，这样知道没有？所以说啊，即使是九次地定，那么呢，仍然是所攀缘的这个是法尘的境界啊，法尘的境界，而不是法性。今天你们一定要千万记住啊，梦定中独头意识所攀缘的沉静，那个是属于法尘，绝非是法性。定中的意识独头意识不需要这境界，对不对？不需要这境界，你不能够说哎呦定中独头意识啊，我没有啊，不需要借着这个外层的实实在在的境界，那么你就跟境界绝缘了，那么就是所谓的毕竟空性。你搞错了，因为你的定中独头，定中的独头意识是不是他所缘的对象是法尘的灭尘，是法尘的灭尘，仍然是在法尘当中。为什么？因为你还有一个能守静的心，还有一个守守的悠闲之境，那个悠闲之境是法尘之境。那假如呢啊，定中独头意识，有人问说老师，那个定中独头意识啊，在缘这个啊没有法尘的灭尘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态是称为什么？那个就是称为觉观。觉观就是内观的那个观，觉观的那个觉字，觉观的那个觉是比较粗糙的分别，那个观比较维系。但是觉观它并不是来自于我们如如不动的心性，因为它那个是定中的独头意识的一个心性，因为它还有一个守住，守住什么？守住那个悠闲之境。他自以为禅定者，他自以为那个就是所谓的法性，法性是毕竟空境，对不对？不需要是借着五尘啊，你现在要借着五尘的时候呢，好，所以说呢啊，这个众生要了知哈，我们这个第六意识里面有明了意识跟独头意识，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在定中到底是为什么我能够了知定中的境界，但是那个很维系的维系，对不对？那到底那个是殊胜境界还是不是殊胜境界？你这个地方一定要了知哈。任何的相啊，任何的相，它是不是都是借着缘起缘灭的幻象，对不对？相无好坏，那个你不要问说这个境界殊不殊胜，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告诉你，宇宙万法的真相就是万法都是什么？对，都是假象，都是毕竟空性啊。即使你在定中里面，你深定的禅定，但是你要知道，九次地定、四禅八定，这个是凡夫，但是第九知道了，第九次地定那个是圣者的地定啊。圣者的地定呢，有时候你一定要分清楚，我们那个第七意识，我不是跟大家提示过吗？我们那个第七意识向外，它是攀缘于前六识。向内攀缘什么？
对，第八意识的什么为相分见分，对，很好，有智慧。好，就是因为呢他这个第七意识，第七意识没有实体的哦，它是以如来藏体的这一个见分，它把它当作相分来攀缘，所以始终凡夫众生呢没有真正了知心性大法的时候呢，他会怎么样，他会认为怎么样，只要他眼不见耳都不听闻声尘，没有吵杂的应声，对不对，他认为自己独处、哦、然后呢他双腿一盘，其实他只是进入于什么呢，一个思维，一个记忆，是不是在攀缘五尘，五尘漏泄的影像，大家知道没有，他没有直接攀缘五尘的性境。五尘的性境也许大家不很清楚啊，比方说什么叫做性境啊，你现在看我这个方向，好，请大家来告诉我，我手上拿着这个铅笔盒是什么颜色，对，黑色，那是不是这个物，这个铅笔盒不管它是什么名称，对不对啊？啊，小手包也可以，呈现在大家眼前，大家都能够说出它是黑色，这个就是心境，现实境。但是注意这个心境啊，并不是有实体性，而是什么，各位很有智慧，就是所谓的毕竟空性、哦、非常好的，我们都很有智慧，能够随着老师的、啊、提问，你们针对法义上来回答、哦、我的课程法义啊，显化到哪一个境界，我在问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用什么身教来反问，什么反问自信，而不是发表你的戏论，我要请你记住哈。所以呢，通常我们在定境当中啊，你一定要知道，只要你有一个守静的心，守住你自以为的殊胜，那个都是离什么，离真正的无别分心，那个太远了，这样知道没？所以说呢啊，法师们有提问，他说为什么法尘他是动不停。好，那现在老师问大家啊，有时候你是不是眼根攀缘色尘，但是你的舌根怎么样不攀缘未尘，对不对啊，啊，所以说呢，有时候当你眼根啊的条件，浮尘跟圣意根跟见金攀缘于色尘的明相跟暗相之时，不一定其他的五根都攀缘。这样老师呢没有，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眼睛见色尘，耳根啊闻性听闻深尘之时，有时候是单根，有时候是怎么样，眼根跟耳根，或者是鼻根。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呢？啊，白天，啊，白天，啊，这些所谓的五尘色身香味触，是不是都是显显怎么样，明明白白呈现在你眼前？虽然你眼见的像是妄，虚妄无实体，但是你不能够忽略它是有缘起性，听不？相妄，但是因为是借缘而起，所以说是相妄是什么？对，性空，它是所谓的毕竟空性啊，所以我们讲，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到啊，你不能万法，你不能够执着为有，也不能够执着为无，为什么啊？因为法是离有无，知道没？世尊马上在后面马上就会做一个诠释。好，我们现在来讲，好，这个玉梅，我们现在讲到哪里，易观是不是啊？我们现在来看第五行。好，通常呢啊，我们讲相续断不是相断，因为相本质不曾生起，所以你不要以为相续相断是把那个相断灭掉，不是，你先就是说你的五根面对沉静之时，你要了知万法毕竟空寂，是不是？即使你现在啊，因为你也五识的分别啊，五识面对五尘之时，你这个分别跟执着只是一次比一次更强烈，一次比一次更强烈哦，所以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现在啊啊，你现在看我这个方向，比方说你现在看老师这个方向
啊，注意，好，你们现在看天花板，啊，灯是不是明的还是暗的？明的。好，现在看我这个方向。当你们刚才面对老师，后来你们面对天花板的啊这个灯的明相，你现在在往我这个方向看的时候，你的五识有没有办法维持到你刚才第一次见老师的时候那个五识？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你的起心动念也在变化，对不对？好，我们个人的业力也在变化，对不对？我们的见分攀缘于宇宙万法，就是说众生共业所成的，就是相分境界的种子所呈现在你眼前的，对不对？你的意识，你的分别是了别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前七识，或者称为七转识，是不是无名力它不断不断的在熏习，对不对？只是你自己不觉察而已，你自己不觉察而已。通常呢，我们在了解啊，奇怪呢，很多人常常会认为说，哎，早知道啊，早知道我就不这么做啊，或者哎，早知道为什么我当初没有想到这个早知道，就是这个早知道也是属于意识状态，是不是属于意，是不是属于记忆？是不是也是属于回忆一样？好，所以说呢，通常学佛的过程里面，为什么啊，禅宗的祖师就是高僧大德，都是在六根门头上来接引众生、接引学人，对不对？啊，比方说的他一棒喝啊，棒啊，棒喝，大家知道吧？哈。那这个这个高僧大德是要你啊，身觉痛之时，要你觉察到什么？只是觉察到痛吗？我是觉察到什么？是不是要你觉察到能够觉痛的什么？什么？能够觉痛的什么？就经。对，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觉性，这样知道没有？不是要你觉得说，哦，好痛，这个力道是大还是小？嗯，对不对？哦，我为什么这么严格？嗯，他不棒喝的话，你没有办法了知。比方说啊，他啊，只是大则啊，也这个是我相信大家都了知到，这个禅宗的这个公案，对不对？我们现在不讲小沙弥，也不讲老和尚。比方说呢，啊，假如高僧大德啊，哎、啊，他在你面前啊，竖起大拇指，你告诉我，你悟到了什么？竖起大拇指，你们悟到什么？有人会认为，哦，我最近呢、啊，可能精进度啊啊，让大师来赞叹我。对不对？他在我面前呢、啊，竖起大拇指，在你面前才竖大拇指。好，那有的人呢，啊，要是当然我们不能讲说，好、啊、他是上上根器啊，也不能讲说没有悟性的人，他就是钝根呐、啊。我们不能够讲，啊，不能够讲。结果呢，怎么样啊？真正有智慧，啊，有根性者，他一定会认为怎么样？大拇指是不是有动？有没有动？你见大拇指之时，什么不动？你拿什么来见？你用什么来见大拇指？我现在补大拇指，你用什么？是不是见性来见？对不对？见性有没有随着大拇指的动？它有所动，这个就是我们十方显见里面的见性不动，眼见眼的见性见拇指。对方对你竖大拇指，但是你的见性始终不会因为大拇指的伸出竖指，你就认为怎么样、哦、我的见性有动。所以说见性本无来去生昧啊，条不啊，见性不会说因为有物象呈现在眼前啊，然后呢他怎么样他的见性才产生，对不对？那物象随缘幻灭之后啊，那你的见性就是随着物象而消泯呢、啊，那我告诉你，那下一个境界来，你到哪里去找见性来见，对不对？就像啊，这个我们十方显见里面，对不对？见明也是见，
近岸仍然是见，因为呀啊，眼盲之者他所见的只是明尘，有没有色法里面明相暗相？眼盲者他只是见到暗相，知道没有？见到，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的色尘有明相跟暗相，他只是见到暗相而已。但是呢啊，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再提示一下，我们所谓的能见之性，啊，眼健全的人。跟一个眼盲者啊，同时进入，比方说我们现在讲啊，同时进入地下十层暗无天日之下，那老师问你们，眼睛健全的人他所见的是不是什么像？对，所以说啊，眼盲者他见暗是不是代表他的见性不灭？他只是没有办法见到暗层而已啊，由这个例子，大家可以了知，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见性不敢见明或是见暗，就是见。你若是认为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对不对？会因为啊眼盲者他的眼根坏了，那么他不能见。虽然见到暗相，你仍然说他不能见。那么老师问你，为什么眼盲者他的耳根的灵性仍然是健全，仍然是明明觉觉？为什么他的孝性仍然明明决绝，知冷知热，是不是？那你不能说凡夫众生是因为眼盲啊，见性怎么样灭了？六根性就是站在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起，他的所起的这个妙用，叫什么？要知，哎，所以说呢，讲六其实也不对，哦，讲一跟六都不对，但是因为权巧方便。所以我们称为怎么样？我们称为六根性，六根性那个是站在众生怎么样？有六根，知道没？是因为站在众生有六根，我们全巧说有六根性，这样了知了没？哦，大约啊，这就是将这个十二层啊。那以后呢，我们还会再用更详细的图档来让大家了知一下。今天所要让大家了知的就是说怎么样啊？第六意识的了别式。对不对？还有他的独头意识，还有第七识啊，还有我们的七转识，还有法尘跟法性，哦，这个都是哎，这个学佛者哦，尤其是在探究《楞严经》的时候，像现在我们呢啊，在请出我们的这个啊《楞伽经》，都是做一个在心性上面一个探究，一个非常非常得力的一个助缘。一个得力的助缘，它是重点啊！你若是将相认为它是虚幻，你将相啊把它观想成它一无所有，那就糟糕了，那是很可惜的，对不对啊？凡夫是见相，圣者不但是能见相，他还怎么见性？对的，很好哦。所以说，学佛者为什么不能啊？啊，来执着啊，万法是有或者是无，我们啊，师尊在后面接下来马上会诠释到。好，你们现在我们看到二四六七，看到第七行啊啊，看到那个830页，我们看这个义观，先看义观。好，复次大会，渔夫有三种法相续，为贪。嗔痴就是所谓的贪慧痴，以及爱未来之有，爱未来之爱未来生呢，以及受生之时啦，有喜爱之情共聚哦，以及受生之时有喜爱之情共聚，这个不能断落哈、哦。以有此三种法，就是刚才我们说啊，我所提示大家的啊，有三种的无明，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对不对？好，那这个三种无明里面注意，哦，这个润叶无明，润叶无明一定要有发叶无明跟润生无明来助长。这个千万记住，不是它可以单独起作用，不是可以它单独起作用。好，那接下来，因为有此三种法在三世当中相续，
哦，所以呢会令众生在诸趣当中呢相续不断。好，比相续之意，注意啊，为什么相续这个意要特别提出来？哦，乃是指众生怎么样啊？相续于五趣受生，这个相续由它单独是指众生在五趣受生中的相续。好，接下来啊，大会啊，师尊在提示咯啊，若是真相续断者，若是真的啊，为了要了达三毒的体性本空，对不对？那人法二执是不是顿息啊？若真相续断者，则见本来诸有相续断。才能够见本来无有相续相与不相续相。对，那你必须要了达，前面我已经讲过了。好，你们现在呢，好，再看这一行啊，830页的第五行，你必须要了达三毒的体性是本空的，没有实体。这个时候呢，爱心才可以顿息。注意，爱心顿息并不代表你已经断惑证真，并不代表你已经断惑证真、哦、好，已经了知，只是了知三毒的体性本空，爱心顿息，这个时候你相续相是实在是不可得、哦、因为法本不曾生起，哪里还有相续相之产生、哦、一定要了知到这一点。好，那接下来啊，我再强调一次啊，大会若真能够了达三毒的体性本空，人法二执顿息，那么呢相续断者，则会见本来无有相续相以及不相续相啊，那就是是不是啊，当下就解脱，一定要了知，但是一定要先具足了悟什么三毒的体性本空，爱心顿息之后，又了知相续相本无实体可得，就是实不可得。好，到这一段了知了没有？这个一定要很明确，一定要很明确。你不要以为说这是白纸黑字啊，这样子看过去，把它这个意思念过去。哦，好，复次大会，三合合缘，我们现在在请经典。复次大会，三合合缘，作方便记者，是相续无见生，方便记着，则有什么？对，记住啊，要跟紧哈啊，对，因为这个经文，假如三合合缘四断，那么会见到什么？何谓三解脱呢？哎，无愿啊，过来嘞，什么？无相啊，过来嘞，哎，无愿哈、哦，好啊，无愿无作，还有一个什么？哎，好，很好。那、啊、现在呢，我们再看啊，三合合缘啊，作方便记着，是相续无见生，这个无见就是相续不断的意思。好，因为根境是三者合合为缘哦。所做的诸妄事的功能的方便啊，因为它这个是所做的方便，也就是所做诸妄事啊，这个根境是三者合合为缘的话呢，会让诸妄事的功能引发出来啊，所以说呢啊，所做之诸妄事的功能方便呢，就会产生什么？产生什么幻象？那所谓的幻象就是说相，就是假相有，但是唯一要注意的是什么？没有什么，没有实体，那就是所谓说啊，没有实体性。好，于此而记着，这个于此而记着就是幻象啊。于此幻象而记着的话呢，便有什么？便有什么？诸事相续无间地生起，这个要注意哦。你若是着相，那么诸事会相续无间起。啊，比方说你现在见有山河大地，你只要一个念头了知山河大地皆是真，皆是有实体相，那么呢，
你就是相当于也是承认自己的五蕴身也是实体，他人的五蕴身是不是也是实体性？宇宙万法皆有实体性。那老师问你啊，那老师问你，你现在是用事根净事来妄认妄想妄攀缘宇宙万法确实有它的实体性。好，那么你的这个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也就是涅槃妙性，灭了没有？很好，没有灭啊。所以说要注意，这个就是为什么妄离之后真当下即显，当下即显。所以说妄离真显怎么样？不怎么样，不需要向心外求佛，当下当下老师，因为妄离呢，妄没有实体，对不对啊？真即显。那他所谓的真即显，那就是说我们的真如如如的真性即显，如来藏性即显，这样表示了没有？好，邱老师你告诉我，真与妄是一体或是二体？所以才说妄不离什么？那那妄离呢？真什么？少两个字，知真当。不用紧张啦，看讲。对，好，好来，接下来我们再看，好，山河河缘断，我们现在注意来看，啊，他这边所说的啊，方便即着，则有相续，意思就是说呢，若在此等，因为有一个妄相出来了，幻相，那么呢，若在这一个妄心跟妄境啊，方便和合所生的法，而再起即着的话，或是即着，那么一定有什么相产生？对啊，因为能所不断，能所不断，对不对？好，若以此等妄心妄境方便和合所生之法，也可以讲说见分跟相分，对不对？见分攀缘与相分，然后相分再怎么样啊，再来掌控见分啊，见分再啊再攀缘相分啊，这能所不断，能所不断。好，其实相本质虚幻啊，你就妄事也是没有实体，是离尘没有实体，没有自体性啊，没有自体性啊，妄事有了别性，如来藏性也是有了别性呢，但是如来藏体离尘，它可以有零零绝绝的绝体，仍然有零零绝绝的绝体。好，好，接下来山河河缘四断，见三解脱，就是说妄事呢，既然是从山河河缘而生，山河河河缘指的是指哪山河河？嘿，有境界，好啊，有智慧，所以可以了悟到妄事。最好你在这个地方本无体呢，怎么样？加上旁边一个妄事。不了呢，妄事本质无实体啊。好，现在看我这个方向啊，通常有人讲啊啊，写好之后啊，看我这个方向啊，有人讲的这个妄事没有实体，他一时没有办法切近心性大法。所以这个妄事无实体呢，并不是说，注意听哦，这个妄事没有实体是说妄事就是我们这个五事离于尘，就是说没有尘，那我们的五根啊，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来讲啊，眼根是不是有三个条件？对不对？好，那一样的五根都要三种条件。五根面对五尘境界，有事的引发出来，对不对？好，那么五根有三个条件都有，但是没有尘让他来攀缘，他有没有办法来引出事？没有事就没有分别，对不对啊？所以说妄事是不是没有实体？妄事必须要依什么为体？事要依什么为体？根尘。对，要用根尘啊，很好，很有智慧，这样了解了没有？所以这心性大法啊，你在切入心性大法的时候呢，你要了知
哦，心性在做主，但是当心性没有办法做主的时候呢，它并不是断灭掉，它并不是断灭掉。好，好来，接下来，好，三合合缘四断，见善解脱。好，好，万事既然是从三合合缘而生，注意这个不是真实的生，而幻生。故了这万事呢，本无实体，因而三合合缘所证之事，便不断而自断。所以说，你看万事无实体，才可以怎么样了悟，对不对啊？离尘是无实体，但是离尘我们的根性是零零绝绝，有它的自体性。的差别就是在有一个是有自体性，一个是没有自体性，啊，好，四断，啊，变现真智。其实这个四这个断呐，啊，不是所说的断灭，而是指什么转世怎么样成智。好，那么呢，尽一切法必尽空。好，无相，为什么无相？为什么是无相？毕竟空性。哦，好，那这个无愿就是无一法可求，就善解脱门。好，这样了知了哈。好，现在我们来看义观。好，复次大会，由根净是三者合合为缘所作之方便，才现有诸幻相。所以这一段不要分段落哈，要连串下来。我再念一次。大会由根净是三者合合为缘所作之方便，而现出诸幻相。好，若于诸幻相之身啊，之幻身而寄着于，便由诸事相续无间地生起。若在此等妄心跟妄境方便合合所生之法，它会更起什么？更去计较。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刚才老师说啊，你们啊第一次的去转世，跟你在啊转换啊那个所缘的目标、所缘的射程以后呢，你在面对原来你所攀缘的境，那么去转世已经是不是原来第一念的去转世了？哦，则有诸趋相续相的产生。若三合合缘所生的诸事断。就是说诸事转呢，那么则会见一切法空无相无愿之三解脱。好，于是呢一切生死相续相、哦、你看相续相、哦啊、便不再生不再生。但是这个地方呢、啊、大家要了知的就是说相续相它是本质不生，那个是因为众生之念执妄念妄执不断，所以呢它有相续相。好，你算的好，现在啊比方下来看我这个方向，这个一定要提醒哈、哦、因为呢我们有新的学员，我们现在见哈、啊、比方说你现在见的一棵大树，你现在在见一棵大树的时候呢啊，你一下子来看你眼前的这个小河流的这个河水啊，当你在见这一棵树的时候，对不对？这一棵树仍然是屹立不摇啊，仍然是屹立不摇在你眼前。但是这一棵树就不是你刚才在见河水河水的这个河流之水流动的时候的那个第一念。但是这个不动的树，屹立不摇的这个树，我们用什么相来称呼？用什么相来称呼？什么相？相，相似相。对不对？所以是一定要有智慧，那个是相似相不断。为什么？因为它这个缘起法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分散，缘起法它仍然是怎么样，仍然是在怎么样来这个一切的助缘仍然是在支持着这一个虚幻相的这个存在，但并不是真实的存在。这样了知了没、哦、所以说呢啊，在世尊的心性大法上，相是妄，一定要注意，不要以为假相它怎么样你就可以把它断灭，认为是一无所有。即使假象是毕竟空性哦，对不对？即使你执着有一个真相的那个真相也是什么？也是幻象啊，对不对？因为你仍然是用意识状态在执着，是不是？
好的，接下来啊，我们来再看831页的最后一行。24尊欲重宣此意，而收祭言。好啊，现在呢啊，你们翻过来之后，那现在再仔细听我讲。好，这个是一个法师的问哈。好，这个通常我们讲转世成智，转世成智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啊，藏世它是依于如来藏体，但是因为如来藏体因为一念无明，对不对？好，妄动，所以你将原本我们的本妙本明本觉的如来藏体，也就是我们的真如体，对不对啊？是有妄能的产生啊，就所谓的我们刚才所说的三世六出。但是假如有人问我，那个圣者，圣者世是转，那么圣者用何物来见悟？注意，圣者不是世断灭，圣者是用世性。什么叫做世性？世性呢，就是说本性所展现出来的事。所以注意，我再讲一次，世性就是本性所展现出来的事。这个分别是虽分别，但是不落入什么？不落入执着跟分别相。所以说圣者他是用世性，不是用世心啊，因为世心是依于尘有，妄事才有；尘无妄事，没有所谓的实在的自体性。这样了解了没有？好，本性所展现出来的事，称为什么？世心还是世性？一枚世性。好，很好，这样到这边应该是没问题的哈。那个我讲的慢，就是要大家在法义上契入，而且你要转，你要能够转，心性是转的，心性不是让你死寂不动的哦。毕竟空性哦，毕竟空性不是死寂不动的哦，不是哦。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如来藏体，它会随着一切的染缘跟妄缘，随一切的缘而产生怎么样随缘的一体起妙用。要千万记住，不管你是妄或者是染，实际上但是摄用归体之时，就是我们像我们的本觉觉性，是不是一体怎么样即而常照啊？过来嘞，对对啊，那个即是指起还是妙用？对，那照呢？很好，有智慧。好，现在呢请翻到啊832页。好，不真实妄想是说相续相，若知彼真实啊，那么呢相续往则断。相续往，那这个往的意思就是指说啊，能所相续不断，所以称一个相续往啊则断。好，于诸性无知啊，随言说色受，诸有谁？停一下啊！言说色受啊啊！譬如呢，彼蚕虫结网而什么而自产啊？对不对？好，渔夫妄想福相续不观察啊！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注释啊，要来看注释。好。不真实妄想，这个不真实就是虚妄，不真实就是虚妄。好，是说你这个相续相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相续相啊，它的不真实啊啊，就是所谓的相续相。好，若知彼真实，就是说若能够了悟彼一切的虚妄法之实相，都有，不是说虚妄法有实相哦，而是讲说虚，若你能够了知一切的虚妄法的实相，后面不能断掉，就是怎么样，就是无所有。你不要到这个地方断掉以后，你一定会这么说，诶，奇怪，你刚才不是说虚妄法是无实体性吗？怎么这边会出现虚妄法之实相呢？啊，后面马上啊，你要连串啊，一切虚妄法之实相就是无所有，就是无所有，就是说没有实体性的意思。不要用断灭
我每次都是会提醒，就是因为怕很多人总是认为啊假象啊假象就断灭相啊，不对啊，它相是假，但是它毕竟空性是怎么样啊？法法都是毕竟空性啊，体性本真哦，毕竟空性哦。好，于诸性无知，随眼说色受啊，就是说诸性就是诸法啦，也可以讲法法啦。好。凡愚之人于诸法的实性，也可以讲说呢，于诸法的毕竟空性，也就是说诸法无实体性，诸法是一缘起，诸法是毕竟空性啊啊，这个法则呢无所知啊。但是呢，不但是无所知，却是怎么样随言说而取着，随着言说而取着。好，渔夫妄想福相续不观察，就是说渔夫呢为妄想所福相续不断啊，而不能以正智来观察啊，来照破以往而自出。注意你看，你正智来观察照破以往，你必须要怎么样自出。所谓的自出是什么？你要以正智来观察，你要将本不生本不灭心性拿出来建造万法。这个时候呢，万法啊，本质不曾升起的这一个暂极的心性内如，才能够照见万外如，就是万法本质空寂。好、啊，所以说呢，我们讲的这一段，跟我们楞严经里面所说的世尊一再的强调啊。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含七大都是本，为什么叫那个本？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如来藏性就是我们的真如体性，我们的佛性是众生本具，是众生本具，它不分贫富贵贱，也不会分繁盛，对不对？我们的佛性那个是什么？佛菩萨的佛性与众生的佛性无二体，最大的区别就是说，圣者他可以一体起妙用，他起的妙用是了知万法毕竟空寂，圣者所证的是自觉圣智，也就是暂极心性的涅槃妙性，所以他不受宇宙万法所束缚啊，没有所谓的相续相跟不相续相，你就是执着啊。这个相续相啊，认为说哦，相续相不可得。那你认为说有个不相续相，你执着那个不相续相有没有相续？对，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哦，不要被骗啦哦，好、啊，不要被这个境界怎么样？稍微转了哦，一定要注意。好，接下来，好我们来看义观。尔时世尊呢，欲从先此意而说偈言啊。取着虚妄不真实的妄想分别，一口气要念下来啊！好，取着虚妄不真实的妄想分别，是则我所说名为相续相啊！这个我代表谁呀、啊？对，好，若能够如实哦啊，若能够如实了知。比一切虚妄之法的真实之相是怎么样？是怎么样？对，本无所有。我刚才已经提示过，一贯要连串下来。好，相续妄则断。你一定要了知虚妄法的真实之相是本无所有，那就是相当于一切虚妄之法都是假象。那假象是不是没有实体性？对，那只是借着缘起而幻生。好，若是凡愚之人于诸法之真性无所知，诸法的真性上面什么叫做诸法的真性？那毕竟空性嘛，啊，对不对？好，无所知，也不能够来观察相续相的体性是本空，也就是说没有实体性。好，随着细论言说而摄受。随着细论的言说而摄受啊，譬如呢啊，比蚕虫吐丝结网而自缚。所以说呢，诸渔夫啊，被自心的妄想所系缚，也是一样，对不对？
自己妄想啊，然后呢有三系六出展现出的宇宙万法，自己在攀岩里自己啊，那、这个八十天中的相分种子所起的现行的三个大地啊，用啊这个见分再去攀岩于八十天中的种子所起的相分哦，你看见分原相分，对不对？啊，所缘的相分再落入于八十天中，变成为什么啊？所执着的这个相分种子，对不对？啊，相分种子再起现行的时候，你见分再去攀岩，你看众生可不可怜？所以说五道，所以说所以说呢啊啊，六趣的轮回。实在是很冤枉，实在是很冤枉，哦，那你若没有了悟世间的这个心性，世尊的心性大法，你说有几个人啊，能够有办法了悟，对不对？要转世成智，转世成智，哦，世虚幻，世是虚幻，没有实体，啊，如来藏性有怎么样了了分明。离尘它有实体，是跟藏性唯一的最大的最大的唯一的区别性，一个是离尘没有实体，一个是离尘自然有它的自体性啊，所以这个一定要记清楚哦，这个很重要的哦。好，我们来看大慧复白佛言，如世尊所说，以彼彼妄想，妄想彼彼性啊，非有彼自性，但妄想自性耳。世尊，若但妄想自性，非性自性相待者，非为世尊。所以哈，皆是啊，若是诸法的烦恼染法，以诸法的清净法，那会变成空无所有，对不对？好的啊，是那个大慧菩萨，就是说，假如呢，光是妄想，光是妄想，就能够怎么样啊？就能够生出啊一切法，而不需要，对不对？而不需要说啊，这个这些的妄想，还要跟这个啊外面的法相应。但是大慧菩萨所认为，就是外面的法有实在的事，有实在的性，这样了知了没有？哎，那这个大慧菩萨就是认为，假如世尊是这样子这个意思的话呢，那么就是说啊，这个凡夫的染法跟诸佛菩萨的这个清净法，就是空无所有。注意，大慧菩萨这个问啊，并不是说啊啊诸佛的清净法，诸佛之清净法，法即本质无生啊，诸佛菩萨啊所了悟之法。皆是内如外如，千万不要落入一个执着说啊，佛菩萨他的有清净法存在，知不知道？法本质不曾生起，法之本质不曾生，哦，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好，我们接下来把834页，哦，好，一切法妄想自性非性，就是说呢，因为世尊说。一切依他起性之诸法，皆是片计的妄想，就是片计所执性啦、啊。片计所执性的妄想，才是现有自性。好，非有实自性。那大慧的意思就是什么啦？啊，因为一切的依他起性的法，都是片计所执的妄想所产生，对不对？啊，那他认为片计妄想会现出法的自性，啊。非是有实质性，在这一段有没有办法听清楚？重点就是说，大慧在强调，片计妄想，对不对？啊，才能够现出啊，怎么样啊？法的自性，片计的妄想就是法的自性呐、啊，是这样的意思，而不是说法有实在的自体性。所以说，这个大慧菩萨在问的时候呢，到这一段里面啊，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含义在。好，非常大的含义在。好，现在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哦。为了呢，让大家有一个这个思维的空间。好、哦，现在呢，你们将在834页，啊，在834页的地方，你写出今天的日期。好，现在请翻到啊974页。记住，刚才我们想的这个一切法妄想自性非性故，对不对？
这个地方，写到834页的这个非有实质性这个地方啊，你安上今天的日期。好，那么现在请翻到974页，然后你这个地方写一个接974，对，写一个接974。好，现在请翻到啊这个974页。好，世尊现在又在要在真实意义上来了之，好、哦、来了之，哦，何谓真实意？啊，所谓的真实意，并不是说有实实在在一个真实意，其实内如与外如，对不对？暂居的心性与万法的毕竟空性，这个也就是真实意。又是真实意，他现在就是说在真实意当中呢，他在引申，在引申出来，在以怎么样大德多闻这四个字啊、哦、来了知，让啊这个与会大众以及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来了知何谓大德多闻。好，我们慢慢来请出这个啊经文哈，974页，是故大会于真实意当方便修真实意者啊，微妙极静是涅槃音。注意，微妙极静是涅槃音啊。那有人会说，诶，老师，那个涅槃不是本不生本不灭吗？那怎么会有一个微妙极静呢？啊，对不对？等一下马上会说明。好，言说者妄想何？妄想者即生死。大会真实义者从多闻者得，这一段重点就是在强调真实义者从多闻者得。大会多闻者是什么意思？是什么？为善于义非善言说。你在这一个地方要画双条线，多闻者是善于义非是善言说。啊，善意者，什么叫做善意？善意就是说不随一切外道经论，身智不随，啊，亦不令他随，是则名曰大德多闻。是故欲求义者，当什么？要清净多闻。所谓善意与此相违，具着言说应当怎么样？对，这一段啊，这一段的这个文字啊，虽然是浅义，但是它的这个含义啊，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真实。好，我们来看这个注释。好，我们看注释。所谓的真实义啊，微妙极静就是涅槃音。注意哦，真实义，你不要以为把它认为有一个真实义，不对。因为众生有妄想，一念无明，众生总是怎么样？无法三自性啊，八事二无我，这个以后我们慢慢会讲到。但是在这边所讲的真实意是特别强调，乃是要离于心意意识。心是第八意识，意呢第七，那意识呢？那当然大家不陌生，是第六意识，也可以讲前六识啊，乃是离心意意识，故不生不灭。既是离于八识，那么是怎么样啊？当然就是啊，如来藏体是清净本然，所以故不生不灭是微妙极静的哦。哦，要离于心意意识哦，所以呢，怎么样？他不怎么样，不故不生不灭，即离那妄即显，本质怎么样？本质暂居的心性，所以说是微妙极静，就是以此极静常乐，所以它是涅槃之音。这个地方不要错解了，比如说、啊、涅槃不是本不生本不灭吗？那为什么这边还讲一个极静常乐呢？哦，这个是站在离于心意意识，对不对？故能够彻悟到法法本之空寂，本之不成生不成灭啊，是微妙极静的。既然是法法本之不成生不成灭，那这个微妙的极静
就是涅槃之音，啊，就是涅槃之音。所以说呢，啊，又此真实的义理若完全显现出来，注意哦，真实的义理要完全的显现，这个就是涅槃果。好，那么涅槃印在哪里呢？涅槃印就是要离于心意意识，彻悟到啊，怎么样？法法本质不成生不成灭。哦，那这个就是微妙极静的那个涅槃之音，但是也必须要让这个真实的义理完全的显现，完全的显现，那这个才是一个涅槃果。注意哦，完全又显现，那可见的是妄彻理真当下即显。哦，所以未全显之时啊，啊，只能够名为涅槃音。好，未全显之时，这个涅槃音代表什么？未全显之时啊。对不对？真实义理尚未全显之时啊，又名涅槃音。涅槃音代表什么？离于什么？那你必须要彻悟到什么？法法本质。对，很好，很有智慧。你们能够讲出不成这两个字哦，能够你将来一般人讲这本不生本不灭，两世啊，怎么在上面有个义理？本不成生，本质不成生。所以说为什么有内如跟外如、哦、好，接下来妄想和诸有，这个妄想就是说言说与妄想相应，也可以说说呢啊，言说与妄想合合为一体。我们通常讲啊啊，你胡说，其实那个胡说中间有没有夹带妄想？他就说没有妄想，他怎么能够胡说？对不对？哦，那所以说这个就是言说与妄想合合。好，那妄想者是即生死，意思就是说妄想者呢就是集聚于流传生死之因。所以说众生啊轮转六道，那什么是生死之因？对，很重要哦，因为众生始终不认为自己是在打妄想。若是自己闯祸啦，啊，或者是说呢，自己要找个台阶下啦，那么恭敬姑，对不起的，我刚才是因为起无明呢、啊，那你再问他说无明来自何处？唔知讲未落去咯，为什么？哦，无明来自于何处？哦，对不对？你正智不相应，就是所谓的无明了、啊。啊不，无明来自何处？你哪能够答得出了无明在何处？那他有没有知道无明在真正的了悟心性啊？没有，对不对？无明虚妄无实体啊，你能够在你的无因身里面找出无明在何处呢？那么这个无明在何处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啊？我们的暂且心性里面本来就含藏有无明，对不对？哦，这个太可怕了，哦，这个太可怕了。好，接下来啊，真实义者，什么叫真实义哦？要从多闻者得哦。啊，真实义大家都已经不陌生，要离于心意意识，极尽常乐之妙境。注意，这个地方的妙境，并不是说实实在在有一个境界，即离于八世。那么，是不是我们暂时的先进即显？那何来还有一个境呢？在这边所说的是权巧方便哦。你看极尽，你们看到前面极尽两个字，常乐。之妙境，你看那个妙字哦，所以有人呢啊讲到境界的时候，他就一直联想到，好、哦，那就是相分有实有境界，要搞注意。一般我们在佛法里面，他有讲那个德，你要看他那个前后，看他的前后所叙述的这个义理，这样了知道哈、哦。好，此非妄执名言者所能测之，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若是妄执名言的话呢？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彻悟到啊，离于心意意识的那一种的极尽常乐之妙境，离于心意意识，对的那一种的极尽常乐之妙境哦。好，来，好，那么唯有什么可以了悟极尽常乐之妙境呢、啊？唯有什么？唯有多闻，但是后面那两个字要马上跟上去。唯有多闻离言者，什么叫做离言？离言就是莫证，不是落入于断灭空。有的人呢常常会讲，就背得滚瓜烂熟。哎，他说离怎么样？
离一切心言相，对不对？离一切怎么样推理，对不对？言语道断，心行处昧，离一切的言语啊，一直背一直背，但是他不晓得这两个字，你要弃正暂结心境，那个是末正啊，正的心的本源，那个是末正。末知道没有？为什么会末？为什么这边称为末正？你已经离心意意识，对不对？那末就是契合的意思，就是因为圣者所说的怎么样？自觉圣智，自觉圣智是内证的功夫啊，没有跟外境无关。要千万记住，我就这几个字。好，此所谓的多闻之闻，乃是离言而反闻自性。反闻自性什么？反闻自性本不生本不灭的闻，这一个闻的旁边加一个性，反闻闻自性的意思，而非是聆听或者是记取，然后呢自己在那怎么样攀缘不断生灭的语言音声哦，才名是为多闻哦。这样了知了没有？哎，要注意。所以有人讲说他是多闻第一，我现在不是在讲世尊的这个多闻第一的阿难啊。哎，阿难虽然是多闻，对不对？没有阿难的多闻，我们何来有现在的经典可来？我要感恩他，对不对？为什么女众能够出家？是不是也要感恩阿难？这个哎，所以说你们不要光是听到阿难就想到摩登伽女。哎，那个人醒得阿难，哎，这是个太对不起这些尊者了，对不对？哎，没有摩登伽女，你们那可怎么可以知道所谓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嗯，对不对？没有他们来示现啊，这个恶果的圣者，阿难是示现恶果圣者。你怎么能够知道啊？世尊，哎，这个阿难啊，之所以会出家，他总是认为怎么样啊？总是认为怎么样？他是世尊最疼爱的这个最小的堂弟啊，对不对？而且他会见世尊非常庄严的三十二相啊，他了知怎么样？这个绝非是啊，这个是什么欲爱所生？所以说呢，啊，那个阿难在这个我们这个楞严经里面哦，当然了，这个。啊，不是说啊，针对阿难呢，他这个痛哭流涕五次，您怎样哪五次知道没有？嗯，我都讲过了，第一次什么时候，第二次什么时候？啊，第什么？对，跟老师我排在第六，因为我在阿难的这个所有的提问当中，我完全都不懂，所以我就靠在那边啊，那呢，对不对？而且南部都有的菩萨，这很可爱的，他讲出那个话吼，会让这听的啊，当然，咱别再个赞叹了啊，不能说啊，那你就不懂最好，哭第六次，哎啊，不是啊，那意思了吼，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其实啊，阿难呐，在对这个心性大法的探知，确实是非常的精进努力，也是非常的辛苦，因为阿难始终认为啊。若是没有了别的心，没有境界来让我了别，那么我怎么会知道这个了别的心是我阿难的心呢？啊，我能够了别万法，没有我这个能够了别的心，对不对？那怎么我能够了别万法？那这个能够了别万法的心，不是我阿难的真心，我阿难不是变成没有心了吗？啊，其实啊，站在初学者来讲，啊，他不晓得能够了别。必须要怎么样？你离尘仍然有了别性，而且有自体性。世尊在我们这个妄事无体里面，就是一再加强调，一再加强调。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对不对啊？就迥脱根尘，迥脱根尘。我们的障性是可以不依根、不寻尘的。哎，我们后面会讲到。好，好来，接下来，好，多闻者是怎么样？啊，成为要善于欲而非善于言说啊，善于欲是怎么样？非土就是不是单单只是多闻而已哦，而是要什么什么要妄言得意。这个妄言，注意这个妄言的意思就是说要莫正离言，但是怎么样啊？是怎么样？是莫正的自内正的功夫。你这个地方得的妄言呢，你不要一文解释说要忘记言说。啊，你有妄想，那个言说怎么样？啊，怎么样？你真的是攀缘呐！啊，所以就是妄言，等于这个妄言的意思就是莫证的意思。好，作为众生呢，只是随着言说
而生见，注意这个见不是眼见的见，而是说若是众生只是随着言说而生见觉，哎，那这个跟外道有什么区别呢？哦，身自不随，就是说自身不随的意思啦。哦，亦不令他随，是则名为什么？念出来。嘿，好，这个就是说呢，啊，这个啊，妙善的这个中说二通，注意，中说二通就是说中通跟说通。这个等一下呢，我会做一个这个诠释，什么叫做中通跟说通？嗯，啊，二通。啊，人家再来问你啊，啊，你以何所通？他说我中通跟二通啊，不，中通跟说通皆不通。不变呐，伊就讲啊，人家再来问你，你以何所通了 啊？你人家再来问你这样，你就说以暂居的心性，以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啊啊为什么？这个通的意思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啦啊。那但是在这边的所谓的中通跟说通。不是哦，好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行，身智不随啊，是即是中通。好，你现在在这个中通旁边记名一个764页，就是我们《楞伽经》里面的764页。好，然后呢，这个隔一行有没有啊？不令他随，下面不是有一个说通吗？好，你就写一个766。还有一个908，你那个766跟908呢？你那个766不要画一个句点，然后再写一个908。这个你要是一段时间自己再去看之后呢，你一定会找到7660页跟908页。再怎么找，奇怪，人间怎么会有7660页呢？原来是多了一个句点哦，啊，一个句点。啊，766页跟908页。好，我们现在来说，啊，我们现在把它念完之后呢，我再做一个诠释。这个说通跟中通，啊，对于一个真正要探求心性的人，啊，或者说你以后要自利利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好来，接下来我们看，来看这个第二行，啊，以至中通故，啊，故。不被外道的一切虚妄的染华啊，邪知邪见所迷惑，而能够恒住于正法，啊，不摄受，也不亲近于邪法，很重要哦，不摄受，也不亲近于邪法，啊，亦不令他随，这个就是所说的说通。啊，你必须要能说通，才能够自利于利他，令众生不入邪道。哦，不入邪道。哦，好，至中通之后，以真实意，随着众生之欲觉，种种方便开示，令知迷反悟，令知迷反悟，离于一切虚妄。渐入正真，好，故事说通，所以这个才是说通，知道没有？好，以有此中通跟说通二通。